我想今天的课啊，可能我们就围绕在爱这个议题上面来说好不好？听起来怪恶心一把的，鸡皮疙瘩都上来了。这个当然我现在提到的很多话题其实也不尽然是这个篇章里面的了啊，就是在其他的篇章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有类似的讯息，我就把它加到一起讲一讲。那个比如说啊，在我们以后渔父篇会正式谈到这个话题啊，会讲到所谓的代偿反应，英文叫做 counter action， 就是你呢这么做是基于一个负面的理由的反弹而这么做的话，其实会加强那个负面的能量。就比如随便讲，就比如说如果你很怕你的身体变差，所以为了害怕你的身体变差，所以 每个礼拜要安排时间去爬山啊、健行啊，那真的走山走久了就真的走上山了啊，就是因为你的那个为了怕身体差这个动机而做的所有的运动，结果都会加强你身体差的这个主轴信念的强度。这当然很多人走山走了几十年还好好的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以后讲到渔父篇的时候会讲到，就是说因为他可能他的健康不在他的主轴信念，所以没那么快。如果真的犯到主轴信念的话，一年之内保证可以死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这是以后渔父篇要讲的。但是这一类的论点啊，就像是市面上有一些现在很流行所谓吸引力法则的书，对不对？那你可能看吸引力法则的书就想到我要发出正面的念波，对不对？然后呢来让自己变瘦变漂亮变健康，对不对？所以就每天在那边想，我要变瘦，我要变瘦，我要变健康，我要变健康，我要变漂亮，要变漂亮，对不对？可是你不晓得，这东西其实是有规矩的，就是你如果要玩吸引力法则啊，一天在动这种念头的时间呢，是不可以超过十分钟的，因为如果超过十分钟，就代表你对它不相信。对不对？就是你每天都在每天花很多时间讲我是瘦的，一直在那边讲，代表你对于你瘦这件事情是非常没有信心的，会加强负面的部分，这样懂吗？所以你要玩吸引力法则的话，你要限定我每次动正念不可以超过20秒，这才代表我对正念有信心。如果你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动正念的话，那你就完了。那这个东西像是庄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是讲说孔子做了一堆什么教育人民的教材，要放到图书馆变成一个公共教材，那图书馆的馆长是老子啊，那老子就不准孔子把这个教材送进来，那孔子就要说服这个图书馆馆长啊放他过关，然后就讲人伦道德要怎么样教育跟修怎么样，就讲一大堆讲一大堆，然后老子听他讲说我们要怎么努力做教育改革人性，然后讲一大堆之后，老子就说一句话，若击鼓而求王子焉，就是你呀、好像在打着鼓啊在找你们家走丢的孩子，用白话来讲就是你家有小孩被绑架了，是不是？就是说当你讲到要教育啊什么什么什么人啊要怎么样修养啊怎么样教他啊，讲那么多的时候，代表你在核心信念上面是认为人性是邪恶的，那你教的越多则会加强你核心信念的强度，让那个人更加的坏下去。如果那我觉得庄子站的是一个比较偏于啊人性本善的立场，就是说生命的本质上
就是具有爱的这个特质的。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把阻挡我们的爱的东西拿掉就好了，只是这样就好了。因为生命的本态就是去创造，就是去爱，这是，所以并不是需要那么样子后天培育一个人爱这个东西。所以庄子这本书的特征呢，就是它是一本不讲爱的书。那这个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艺术手法啦，就像是我们在这个近代的这个歌舞剧的历史里面啊，有一出很有名的歌舞剧叫做 My Fair Lady， 听过没有？窈窕淑女，是不是？那这个窈窕淑女呢，当初在草创时期，就是他们这些剧作家啊还在写这一出剧的时候，那当然那个时候女主角是已经内定了，是由那个 Julie Andrews 来演嘛。啊， Julie Andrews 你知道谁吗？后来有演一个叫做真善美的电影的那个人。那结果这个女主角啊， Julie Andrews 呢，她就有投稿一首歌，就说那我也来尽一份力啊，那就写了一首歌也投稿，看看这个剧作家能不能采用。他当年投稿的那首歌叫做 Too Shy， 就是太害羞。那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敢去爱啊，要把爱埋藏心里，差不多这样的一首歌。结果那个剧作家看了之后呢，就立刻非常冷静的退稿。这个剧作家说，跟那个女主角讲说，小姐，你没有搞清楚这出戏啊妙在哪里。因为窈窕淑女是后来翻版的歌舞剧嘛，它原来的剧本是那个英国的一个剧作家 Bernard Shaw， 就是我们现在翻译成萧伯纳啊，写的一出舞台剧叫做 Pygmalion。 Pygmalion 是那个古希腊的一个雕刻师啊，他雕出一个美女雕像，结果爱上了他自己雕出来的美女像。那这个故事不是就讲一个语言学教授把一个村姑教成一个淑女，对不对？然后爱上了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淑女，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原来的题名是 Pygmalion。 那这个 Pygmalion 这出戏呢，那个剧作家就跟这个 Julie Andrews 讲说，萧伯纳的原作最帅的一点就是，这出戏是不是爱情故事？它是一出爱情故事，但是里面每一个角色从来没有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就是这出戏的妙处在这里，就是没有一个人讲出我爱你。那怎么他们这个戏怎么演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那个女主角叫 Eliza 嘛，对不对？ Eliza 一开始学会就把英文的 A 音讲标准的时候，对不对？ 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 对不对？然后大家就说她学会了，然后教授跟她跳舞，她那个时候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教授。那她没有说我爱上他，那首歌是她发现自己爱上了教授的时候，歌是怎么唱的？那时候有一个那个歌好像从前从前有一个什么黄昏时候会播的广播节目，什么沈石华主持的什么金色时光之类的片头歌嘛，是不是每次都播那个音乐嘛？就是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and still have begged for more， 对吧？就是他不说我爱上他，他说我可以跳一个晚上的舞，就是当他开始跟我跳舞的时候，我可以一个晚上一整个晚上不要停的跳下去，对不对？那他没有说我爱他，他只是说我可以一个晚上跳舞。然后后来有一个富家公子爱上了这个 Eliza， 那这个富家公子也没有说我爱他，只是说我每天晚上都发现自己在你家楼下徘徊，是不是？等到后来 Eliza 离开了，这个教授终于发现 Eliza 对他有多重要的时候，他也不说我发现我爱他，他说什么我习惯了他的脸，我习惯了他的存在，他对我来讲就变成我的本性一样了，像我的空气一样，我习惯他了。我然后等到最后 Eliza 回到这个教授身边的时候，教授也没有说对不起，其实我是爱你的。教授说什么？我的拖鞋呢？对。
就是是这样子的一出戏，就是这样子不讲一个我爱你这件事情，可是大家都能够充分在这个戏剧之中感受到那个爱情的张力啊，这是那出戏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那我觉得庄子这本书呢大概也是有类似的调子，也就是说我认为庄子这本书的的确确是在教人去彼此相爱的一本书，可是庄子不直接叫你去爱。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修炼齐物论的话，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其实可以减少很多，对不对？就是甚至可以说人跟人之，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因为我们欠缺了一种齐物论的头脑，对不对？反而我们用辩论的头脑去面对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信条造成的这种敌对意识。所以这样的基础的部分我们要先做好，那么把这个阻挡我们去爱的这些所有所有的问题啊，一样一样拿掉的技术呢，我觉得是庄子里面在教的。而当我们修炼到了，修炼庄子啊，到了一个水平以上之后，我们的的确确有可能做出所谓是是爱的行为。所谓是爱的行为，就是说我这么做会让自己以及让别人变得更幸福。可是这个爱的行为这件事情呢，我用一个比较我个人的偏狭的定义来说啊，就是凡是我呀在做一件事啊，我心里头在想，是在盘算的是这个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哎，我这么做是为了你，我这样做是爱你啊，在庄子里面就不算。我认为庄子认同的爱啊，是那种这个人好像接受到了来自他的潜在意识的世界的一些电波啊，然后在不自觉之中做出来然后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就是庄子对这件事情的落笔的写法呢，比如说后面不用翻了啊，《泽阳篇》里面庄子就讲一件事，他说圣人之爱人如美人不告则不知。他说圣人啊在爱别人这件事情呢，就好像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人啊，如果没有别人告诉他他长得很漂亮，他也不知道自己漂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正的爱在发生或者发动的时候，那个本人并不觉得自己在爱人才是对的。这是一个我觉得在庄子里面很重要的定义，就是凡是我们自以为自己在爱人，在对谁好，在为了谁着想的时候，其实都落于表面意识的范畴，那个爱所谓的爱的能量啊，还是不够高级。像从前我觉得我的助教啊，在我这庄子课他们已经听过 N 遍了，还肯来听啊。其实我的助教对我的庄子课的这个比较正面的评价是说，有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无心讲到什么，他们会觉得对他们有用，对他们有启发。可是呢，我平常在过日子的时候有心在跟他们讲什么的时候，助教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一套。有一次好像丁以轩跟尹莹在讲什么东西啊，在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他们就丁以轩讲什么叔叔那多少钱什么的，然后尹莹就忽然听差了，他就说啊，叔叔多少钱，叔叔多少钱啊，可不可以打个八折换给我一个不那么啰嗦的叔叔啊就是我在那边苦口婆心的啰嗦的时候，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受用，觉得我的表面意识自己觉得在为谁着想，告诉他劝他什么那样的话，他们都觉得对他们人生没有用，他们都觉得我无意之中什么时候不小心讲到什么，他们觉得那种对他比较有用。所以这个
美人而不自知。其实美人不自知这件事情真的存在哦。从前我们的中医班上有一个杨宗宪大夫嘛，还有大玉助教那个太太嘛，那两个人都好漂亮，那一男一女都，我觉得都男的就像那个日本漫画书走出来的人一样，女的就像，我觉得像仙女一样。那可是他们本人都不知道自己是长得很漂亮的人，就一举一动都非常的谦逊，就是真的是美人，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他是美人，他自己不知道的，就是所以一个人真正的爱哦，我觉得庄子的定义的是那么的吊诡，可是却是那么的确切，就是真正的爱是你本人不知道的那个部分，是你到底你的表面意识有没有练到啊？就是变成一个很松柔的表面意识，然后很多来自于这个冥冥之中的讯息啊，能够透过你而展现出来，这个东西才是庄子啊承认的真正的爱。那当然要透过我们展现出来，光是练齐物论哦，我觉得就已经会很有一点成果了。那当然庄子正式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人间世篇的弃听法了。那当然我也不是要说因此我们就要对自己的这个自我啊有什么负面的感觉，说什么我们要消灭了自我才会有爱，不是的啦，庄子不是要我们消灭自我，我们只是要能够让自我能够很松，对不对？就像电脑里面哪个程式不好用，杀掉重灌一个好用的程式一样，就是当你自我有这个柔和的程度的时候，这个来自更深的那个讯息的世界的一些东西啊，才能够透过我们而展现出来。像我前一阵子不知道在网络上还是什么，就是不小心看到还是听到那个台湾在那个推广那个新时代的那个什么赛斯资料的学派，应该是现在的主持人是许天胜医生嘛，对不对？就他们那个赛斯学派里面，他们有一次我听到他们的一个口号，说什么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应该充满什么慈悲创造力跟爱跟神通。我一开始听到神通这两个字的时候啊，我有点被吓到，我会说我那个当下我一下子卡到一下，我会觉得哎呦，这一派的人怎么讲话那么狂啊，已经讲到神通了。可是后来才发现哦，其实神通谁没有啊，大家都有神通。如果你不要哈跟我讲那个什么太了不起的神通，就是什么2000年前有一个人可以把水变成葡萄酒的那一种，那我葡萄酒我不用神通，我家存货很多，还有大卖场，就是那你也不要再跟我讲什么2500年前有一个人讲话的时候身上会出现金箔的那种，那个也不要讲，那就是不要讲到那么样子刺激物理法则的那种神通，不要讲到那个程度的话，那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练庄子的人啊，生活之中是很有神通的，只是因为太卑微了，所以不被人家看成是神通。因为你练了齐物论之后啊，自然而然就会你的脑袋变得比较松，这个松你可以理解吧，我们之前讲了那么多，那松到一个程度之后，一定就会有很多你原来不想听到的声音会进得来。我不是说你会着魔，不是，而是你对于那个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个由能量和讯息所构成的那个世界背后的世界会比较有感觉。那比如说前几个礼拜啊，前两礼拜我跟助教啊去西门町吃牛肉面的时候，那经过一个叫做什么世运面包店的门口，我就经过的时候，我就忽然指着那个门橱窗跟颖颖讲说，颖颖你是不是要进去买棱角糕，然后颖颖就说哦，然后就冲进去买棱角糕，然后呢颖颖买了之后出来就跟我讲说，我刚刚在经过那家老天路的时候就在想，
有没有在慢等讲到。那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当你的自我有一点很多缺口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的自我就会跟你流来流去的嘛。然后，所以我常常觉得，练了庄子之后啊，不要讲那种伟大的奇迹的话，但是我觉得每天一神通是很有可能的啦。像前一阵子那个，我讲的都是很微不足道、很低级神通啊。就比如说什么，有一次，淑慧写 email 问我说他爸爸妈妈调身体的事情，然后我看到他 email 我就觉得他爸妈我没看过，我怎么知道怎么调？然后呢才这么动了念头，那我跟助教去吃饭的时候呢，就发现淑慧一家人坐在我前面一桌，然后一顿饭这一个钟头我都这样子吃一口菜，然后看看淑慧爸爸的脸色，看看淑慧妈妈的脸色，然后逼我看诊。当然说不定我开出来药还是没效，因为药是头脑开的啊，还没有到达神通的境界。但是就是说真的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还有像那个什么，我在有一个家具店 Nitori 啊，买一个他什么展示品粗轻的书架，那展那个书架展在那边我也看不出什么毛病嘛，那就想好吧，展示品粗轻比较便宜就送过来吧。然后呢那个送货的先生送进来了，然后刚好有一个人要下去雇车，然后那个小弟就说不好意思先生，你帮我抬一下好不好。那我也不知道我抬的时候手怎么那么贱，就一碰呢就啪整个书柜在我面前解体，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插栓已经坏掉了，可是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然后那个小弟就看啊怎么这样，然后就跟店员发紧急电话联络，然后整个书柜搬回去，然后送个全新的给我，而且不加钱。就是所以还好没有进门那口才惨，就是进门了之后叫我搬进房间的时候他就要变成解体啊。所以我就觉得一日一神通是很有可能的，这但是你说这东西是我的表面意识的算计所能达到的吗？我觉得不能。这都是就是当你的表面意识练庄子，就是练齐物论，练气听法，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就是就会开始你的。我一开始说我们庄子说的逍遥的定义，就是以灵魂人的角度活地球人的一生嘛，对不对？就是你的自我就开始有一部分是会从那个潜在意识的自我会开始渗透到表面意识来，就是能够打开这一条潜在意识的自我能够渗透到表面意识来的这条路比较要紧，比你的表面意识很用力的说我要去爱谁要有效果，要有力道。那当我们能够讲到这个好像能够很狂妄的讲到说我们练庄子也可以一日一神通啊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人的表面意识真的不用去爱，因为相对来讲爱这个东西显得没有那么了不起了。就像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章啊，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那篇文章是因为一个漫画家在讨论一件事，就是说他说他画的是那种少女漫画哦，可是他每次画到主题哦，有些他觉得很好的主题的时候，他的读者都在骂他，因为他说他的读者其实是期望啊，每一个故事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爱情，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就是爱情。然后如果那个作者画到一些东西是比爱情还要伟大的，读者就会开始批评他，就是他说这些人是什么爱情教的信徒，他说我的读者有很多人是爱情教的信徒，可是我这个漫画家不是一个爱情教的信徒，他说我是相信有很多种人类的情操，它的品质跟等级是在爱情之上的。那我也同样的要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练庄子的人，我们也要相信我们自己可以不要做一个爱情教或者是爱心教的信徒，就是不是说爱情或者爱心有什么不好的，不是要讲它坏话，而是要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有更好的东西存在。
那这个更好的存在呢？庄子在这个天运篇的第二段，这个你们要翻书可以翻，不翻没关系，我用白话讲，我也不想念了。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做北不见名山，这个就是说啊，有一个宋国的官员啊，问庄子什么是仁呐？当然那个时代的用到仁爱的仁这个字，就等于在问爱这个东西了。他要庄子跟他讲一讲爱的道理。那你知道叫庄子这种货色跟你讲什么是爱，不是打到庄子的死穴吗？就是庄子就是那种像伯纳肖一样的剧作家哦，怎么样都不肯直接讲爱这个字的人，所以庄子就开始闪啊。那个官啊，问庄子说什么是爱，然后庄子就说虎狼人也，就是野生动物就很有爱，就是说这个其实动物，你说这种比较低级的什么鸟啊、猫啊、狗啊，对不对？哎，生了小孩他还是会照顾的，对不对？就天性上就是会对他的同胞有一种爱存在的。那结果那个人就问说，怎么叫做虎狼，就是这种豺狼虎豹类的东西就是爱呢？那庄子就说，那他们一家人很和睦啊，很相爱啊，爸爸妈妈跟小孩子感情都很好啊，这够好了吧，我们人类还不见得有那么好嘞，对不对？很好了。然后那个问的人就很不满意，就说怎么讲那么低级啊。他就说，请问智人，就是我要问至高无上的爱。那庄子就说，那至高无上的爱就是没有我爱上谁的感觉啊。他说智人无亲，就是至高无上的爱就是不会有我爱你的那个感觉了。那这个官就说，我听人家说人如果没有一个要爱人的情怀就不会去爱人，那不会去爱人的人当然也做不到孝顺父母，所以就是说一个最高的爱就是要你不孝顺父母吗？这怎么行？那庄子就说，不是这样吧。他说，庄子说最高境界的爱呢是太高了，所以呢用孝顺这么低级的字啊不能够形容它才对。讲简单一点，因为庄子讲的那个地理位置啊，我们今天读啊一直都很诡异，什么往到哪个城，然后往北边看看不到名山，那个因为我已经搞不清楚周朝地图了，所以这一块我跳过，我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人呢在台北车站啊，捷运台北车站站，然后呢有人问你啊说士林夜市在哪里，那你就要说士林夜市往北边走就到了，对不对？搭捷运淡水线往北边坐几站就到士林夜市。可是呢如果有一个人呢一口气坐到终点淡水站，然后往北边找，说我怎么没有看到士林夜市呢？庄子说，那是你坐车坐过头了。就是庄子就说，我们道家要的至高无上的爱是一个坐过了头的列车，你不能跟我讲说我怎么坐到最后了没有看到前面有士林夜市，就是士林夜市是一个在中途就会被舍弃的东西。那庄子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他就说以尽孝义，以爱孝难，以爱孝义，我用白话讲哈，我不念了。他说当我们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啊，要对父母有礼貌，不要对父母大小声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呢要看到父母就觉得我好喜欢这个人呢，很难。这样听得懂吧，对不对？就是我们对父母会摆一张假面具啊，就是对你客客气气的，这个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你要看到父母满心欢喜觉得我爱你，这个超难，对不对？所以相对来讲就是礼貌比较容易，真感情比较难，是不是啊？可是呢他说有对父母有爱的真感情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要不执着于父母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看到父母有很多他们的问题或怎么样，或者父母有一些事情不合我们的意，我们还是会有一种挫折感，对不对？还是会有点受伤，是不是？就我爸怎么这个样子，我妈怎么这个样子。
那要能够不执着父母的这些问题，其实又比对父母有感比真感情要更难了，是不是？那他就说，可是呢，你要不执着于父母这件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呢，你能不能借着跟父母的互动啊，把这个把你的父母呢训练到不执着于你这个小孩，就是你爱怎么样，你父母也对你觉得没关系，都可以，就是能够把你父母训练到这个心境吗？那这个是不是比你要放过你父母还更难了，对不对？那他又说，要让父母呢心境上能够包容到放过你，那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能不能让父母放过全世界，就是从一切的执着中解脱，就是你的父母因为有你这个小孩，所以他死后必定上天堂，你有办法做到吗？我想都很难，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回家看父母还觉得这人死后就变地狱灵，是不是？就是他说，当你能够让，就是当我们说到一个孝字啊，就可以分出很多等级，对不对？最低级是有礼貌，第二级是有感情，第三是不执着父母对你不合意的事情，第四是父母也能够不执着你不合他意的事情，然后最高级是让父母能够对世界上任何事都不执着，是不是？那他说，当你做到了最高级的孝的时候，你反过来在你能够反过来说什么？你应该对父母有礼貌啊，你怎么可以没有礼貌呢？就是不能跟我再提那么低级的东西了。所以他就说，你真的要抓住所谓道德的核心的话，那个什么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你到最后都是要丢掉的，因为那些东西不是最高级的心境。他说那个东西是残废的人的伦理啊，就是当你完全不行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点这种规范来让你在这个社会上面还能够安稳的存在，可是一旦过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是要放下的。那他说真正的爱不是在那边当一个救世主，一个什么施舍恩惠的人，他说真正的爱是全世界的人都很乐观奋斗，每一个人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不会觉得是你给他这个幸福。那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当你能够发出这种真正的爱，让每一个人都自动自发的好起来，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好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好意思在那边一直在讲什么信义和平，什么仁啊孝啊，什么做人要有爱心，他不会再好意思讲这种话了。他就是说，所以他就是说，当一个人呢内心如果得到了真正的尊严跟尊贵的时候呢，他是可以不把钱放在眼里，不把地位跟名利放在眼里的。就是因为当一个人真的已经很能够尊重他自己这个人的时候，他不需要别人给他面子。当一个人生活觉得很富足很富足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没有那么需要钞票，是不是？所以更高境界的东西存在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对于那些比较低境界的东西没有那么样子的放在眼里。所以在庄子的逻辑里面呢啊，这个所谓的北不见名山啊，就是往北边看看不到北山呢、啊、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一旦你的表面意识能够松到有很多潜在意识的材料可以进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表面意识干嘛那么自作多情，那么三八一定要去爱，因为你真的用力去爱了也不见得有好结果，还不如就交给更高层次的力量来支配算了。那又或者像庄子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就是很多东西它实际上的价值都是高过这个什么我要对你好，我要善待你，我要怎么样的那个情感的。那是不是我们能够拥有那个更高价值的东西啊，才是比较要紧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庄子的文本来看的话，是不是就是庄子讲到道亏爱臣的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要的更好的东西是道这个东西，就是更深一层的生命的运作的方式，那而不是这个人的表面意识很窘迫或者是很努力的这个所谓相濡以沫的这个爱这个行为。当然你想想看，我们现在都会有的时候需要爱，对不对？就比如说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人稍微给我们一点鼓励跟安慰，对不对？或者有些人分享点好心情给我们，或者有一些人照顾我们，对不对？但是这些很伟大的爱为什么需要存在？是因为我生病，是因为我心情不好了。那我们能不能更有志气一点，就是不生病心情也不要不好呢？是不是就是这个道亏爱成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认识。就像我从前在大学的时候啊，当一个教授的那种助理啊，那我们那个教授就是很会脱稿，每次脱稿啊，然后就所有的助理就陷入熬夜地狱，然后陷入熬夜地狱，他就哇赶得焦头烂额，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把东西赶出来，然后呢那个教授，我们的教授也会很知恩图报的请所有的助理去吃大餐，就吃很豪华的大餐哦，真的很知恩图报。可是这种大餐一年里面你吃过五六次之后啊，你就会觉得我希望那个纵火狂不要再纵火了，我们也不要救火，也不要吃大餐，就是我要回家睡觉，我不要你的知恩图报。就是这个道亏爱成这件事情是一直都存在的，所以就觉得生病的时候可以享受人家照顾我们，的确是很有爱、很感人、很感激，但是最好是不要生病啊，是不是？就是穷困的时候可以接受什么慈善机构的施舍，但是最好是不要穷困啊，对不对？所以能够做得更好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我们的人生就可以越来越不要爱，是不是？所以希望，所以我们如果来随便讲一句庄子派的口号，对不对？就是要消灭人间一切的爱啊！我听起来多可怕啊，是不是？可是以庄子的脉络下来讲，我们的确是可以讲，我们是要消灭人类人世间一切的爱啊。因为一切需要爱这个东西 的情境的那个框框都是有问题的框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以，所以学了庄子要消灭一切的爱啊。那这个，所以他说有成与亏，故稍事之古琴也；无成与亏，故昭示之不古琴也。当然这也是一个有点为难的议题啊。就是昭文氏是那个时代一个很伟大的音乐家，那当然以象征性的讲法，就是音乐是要让人陶冶性情的嘛，对不对？或者说听了这个音乐就会觉得很感动啊，觉得内心充满了好能量。可是他说就是因为有道亏而爱成，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你才需要去看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听那些感人肺腑的音乐来流眼泪，来让自己觉得心情好起来。那如果这个世界一直都处在一个很完美的状态，那你要拍一个很可歌可泣的故事来赚人热泪，就好像拍不太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伟大的音乐是因为道消灭了所以才存在的吗？所以庄子自己也有一点小小的困惑啊。所以他就说，那他就举他那个时候的生活中的例子。他因为周朝的时候，伟大的音乐家好像弹琴的是昭文氏，然后打那个打击乐的是师旷啊，他的师旷之之策也，就是有打击乐的乐师，就是这些还有一个什么呢？那以艺术音乐的表现呢，有一个昭文，有一个师旷；那以哲学的表现呢，有一个庄子的好哥们惠子。那这个惠子之巨无也，就庄子真的很恶毒、哦，就是他的好朋友惠子啊、哦。他说惠子是靠在梧桐树上面，就是苦思的很辛苦的一个画面啦。现在是那个什么雕刻，是罗丹还是谁的那个雕刻是吧？就是
苦思者啊，就是庄子的，每次想到惠子都把它画成那个画面。那他说这些，就是说我们有这些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以及苦思者。他说三子之志几乎，他说这三个人的聪明才智啊，其实也可以说是人类之中的佼佼者了。你说他们不聪明不好吗？没有爱吗？你不能说这样子讲。他说皆其圣者也，就是都是那个时候人类中的优良品，故在之末年。所以呢，甚至是可以在历史上面留下一些记载的，就是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思想家，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音乐家。可是呢，庄子还是有一点小恶毒的啊，要挑一下他的朋友的毛病。那他怎么挑惠子的毛病呢？他说唯其好之也以义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兼白之昧中。就是说啊，惠子这个人他是一个哲学思想家。什么叫兼白之昧？就是惠子的理论里头呢，好像有一个脉络叫做兼白论。那兼白论呢，是所有的惠子之外的别人哈都听不懂的。就是惠子兼就是硬嘛，白就是白颜色。那惠子他就会说，拿一个白色的石头来讲啊，他就说为什么一个石头呢不能够同时是黑石头又是白石头，因为黑白是相冲突的属性嘛。可是呢，一个石头确实可以又是一个白石头又是一个硬石头，就是为什么硬这个属性跟白这个属性就不相冲呢？那为什么黑白的属性会产生对立，而硬跟白产生不对立呢？然后发明这种哲学。那这种哲学想下去，我想很多人是不太能跟上他的头脑的脚步嘛，是不是？可是呢，惠子之所以会发明这种一般人都不知道在搞什么飞机的哲学，他前面他分析了惠子的心理状况。那惠子的心理状况是什么？他说唯其好之也异于彼。他说其实惠子这个人啊，是想要让人家来崇拜他的呢。他想要当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应该说权威角色，还是想要在学术圈当一个一代宗师。我们用今天的白话人格来讲，就是所谓的教主型人格。教主听得懂吧？东方不败、文成武德、先福永享、寿与天齐之类的啊，就是教主型人格的特质呢，是这样子。如果我懂的你不懂，就首先第一个他要的东西是这件事情是我懂你不懂，因为只有我懂而你不懂，你才能崇拜我啊，对不对？如果我懂你也懂，就不会崇拜我了，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程式结构。所谓崇拜是距离了解最遥远的感情，对不对？如果你了解我，就不会崇拜我嘛。但像我觉得我生命中很要好的朋友，跟我很了解的人都没有在崇拜的，那会崇拜都是完全不了解的人。那所以你不可以了解，这样你才会崇拜。可是呢，下一句又反过来讲，你不可以不了解，不然你不会崇拜。他说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你不了解我厉害在哪里，你怎么会知道我厉害呢？所以就变成这个身为一个教主啊，他的心里面同时有一个矛盾的结构在那边打架。其实今天的社会上面，什么教气功的老师啊，什么教中医的老师啊，或者是教庄子的老师啊，很多人都是一教之主啊。那教主结构的主信念结构的那个妙处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会的教到你们都会了，你们就不能崇拜我了。
可是如果我会的你们都不懂，那你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崇拜我，不知道我厉害在哪里。所以这样的人，当他在这两个信念结构里面摆荡跟挣扎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教主人格。也就是说，他会不断地好像很努力地要把他的所知的东西分享给他的学生，可是他要不断地确保他的学生不能学会。那这种情况就会形成所谓的类似新兴宗教的东西了。因为这个结构一旦形成了之后，后面就有更妙的失力点，就是他尽全力充满热血的去教不会他的学生的时候，他的学生呢反而会怎么样，会觉得老师那么认真的教我，我竟然还不会，那就会开始有罪恶感，觉得我辜负老师了。然后呢，就会在上课的时候什么主动的开始端桌子哦，端茶倒水啊，准备点心啊，然后或者是开始有出现什么义工团，就是新兴宗教要形成不难啊，只要抓好这个原则，你也可以当教主。就是教不会人家，然后反过来将他一军，让他有罪恶感，就是你教不会他，但是让他觉得是他学不会你。这样就可以形成新兴宗教了，主结构非常简单啊。好像，所以这边好像新兴宗教是一个泡面，我教你三分钟速成法。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外面啊，这个就是拜师学艺啊，要稍微提防一下啦。就如果那个老师呢没有把你教会啊，还反过来把罪恶感转嫁在你身上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很坦白的跟他讲，你会再教的好一点好。就是要那个啊，就是说你真的要教就教到我会吧，不要再做假动作了啊。那所以呢，他就说惠子是以兼白之媚中，而其子又以文之伦中。就是因为惠子啊，他创了一个没有人听得懂的哲学，所以拖累的他的儿子啊，一辈子都在整理惠子的文稿。就是说因为惠子留下一大堆那个谜啊烂摊子，所以他的那个儿子一辈子都要去写那种什么我的爸爸惠子简易入门，就是那种导读，对，他儿子在那边写导读过了一辈子，他说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就是说庄子就说哎呦，惠子这个人哦，他自己一辈子也没有把谁真的教到会，然后呢死了之后还要拖累他的儿子哦，一辈子帮他写导读，又毁了多一个人的人生。他说这样子能够叫做有成就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做教书的行业真的要有一点小心哦，你教就要好好把人家教到会哦，不要弄到大家都没有学会，然后徒留空名。就是老师的口碑是建立在学生的功力上的，我一直是这样想。就是比如说我教中医课，对不对？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学生没有学会，因为学生如果没有学会，那开药都开不准，都把家人医得乱七八糟，谁还跟我学中医？我钱怎么赚啊？对不对？太可怕了。那这个，他就说这样子，庄子说若是而可谓成乎？他说惠子那一辈子搞这个飞机，你能说他是人生很成功吗？那如果这样子很空虚的成功也叫做成功的话？虽我亦成也，就是一辈子在那种小公司啊打工，当打工仔的庄子啊，他说那这样我也很成功啊，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人，我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人啊，我也你那样叫成功，那我也叫成功啊。他说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他说可是哦，你都已经是什么梁国宰相，又是什么学术界大佬。就是能做到这样子还不说你成功的话，那物与我无成也，那天底下还有谁可以叫做成功？那庄子大军是在小小的玩一点这个文字游戏了啊。他说是故华夷之要，圣人之所，这个字啊
字面是写图啊，不过大部分的注家是认为是要念作卑鄙的鄙，啊，就是圣人之所鄙也，就是所以呢，这种有点暧昧不明的光辉啊，是圣人很看不起的。为事不用而欲诸庸，此之谓以明。所以庄子就说啊，你要用那种你非常专门化的那个什么哲学系统啊，来唬人啊，来当教主啊，那被你的这些哲学理念唬得一愣一愣的人，到底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件事情是还很值得怀疑的。那这种很值得怀疑的系统所产生出来的那个一段时间里面的那种名利权势，庄子说真正的圣人是瞧不起的。那圣人真的要的什么？他说为事不用而欲诸庸，就是不会去要这种人家觉得你很厉害，人家觉得你很强，那种很虚无缥缈的架子，而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里面真的就变得比较幸福的东西。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开创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什么武当派少林派了不起，说不定人家日常生活中觉得家里面多买一台吸尘器比较幸福了，如来神掌扫灰尘没有这台好用。就是这个生活之中点点滴滴的幸福，我们能够充分掌握到，庄子说这才是真正的以明，就是够聪明了，这才是真正的有光。如果你不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验证到你的所作所为能够制造出幸福的话，那打高空是很恐怖的啊。那我觉得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修行的世界啊，其实都可能会有类似的问题，就是一个所谓的那个修行很高的人啊，他的那个很高的修行好像，我不是说每一个啦，但是我相信有不少的人他的很高的修行哦，都是天知地知他知啦，就没有第三个人知了。就是你知道他的生活没有比较幸福，他的身体没有比较健康，他的家人没有比较快乐，然后只是他一个人非常孤立的在那边很伟大。那或者是出家人的，那出家人那个领域就更夸张了，像很多出家人就是说好像，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前是做和尚的，后来还俗，他有说佛教界问题很多，他有一些那种神经衰弱的修行者啊，出家之后也不能耐受寺院里面的那种不能说权力斗争啊，应该说那种权威结构，所以到后来就是什么到荒郊野外去结一个草庐，一个在里面打坐，那打坐吃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容易受凉，那很快就生病死掉了。还有这种就是为了修行哦，然后跑去当野人，然后就这样生病死掉的和尚，其实台湾现在还是有的。那这样子的，可是我想我们当然不能说讲大话啊，我觉得学庄子的人不能讲大话，说什么我一辈子都不会生病什么这种，我觉得人要死的时候总是会找一个死法离开这个世界啊。那所以庄子也不敢给人那种什么你念的庄子一定会什么健康长寿有钱，这个东西我也不敢说啊。但是我觉得可以讲的是，一个人就算不健康不长寿不有钱还是有可能幸福的。因为一个身体不好的人，他如果在生命里面有其他地方让他得到心灵的满足的话，他还是可以很幸福的。因为你说我身体不好每天都没有力气，那地球上其实还有很多比你更残废更残障的人活得比你幸福，对不对？因为那些残废人写的书一直都在书店里面摆着嘛。所以重要的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啊，要到我们的幸福。那当然这个庄子的终极目标啊，庄子心目中的大爱，我们先不要讲的那么的远啊。可是现在庄子，因为庄子的齐物论就是这样的翻来翻去，现在呢他又翻回这个怎么样克制你的辩论的头脑的内容了。因为我们人的头脑实在是很顽强，所以庄子每给你一个观念就开始要反过来打你的头脑，就是你能不能不要再跟人辩论，不要再动到这个跟不同的信念系统的战争的这个坏习惯。所以他现在又在开始玩我们的头脑了。但玩我们头脑这个字眼啊，读起来不会很舒服。他说今且有言于此，他说啊，现在假设我在这边讲一句话，不知其与世类乎，其与世不类乎，这样子啊。比如说我桌上放着一瓶 SK2 的保养品，然后我讲一句话，这个保养品擦了之后能够让你的皮肤变得水嫩水嫩的，那请问我讲出来的这句话跟那瓶保养品是同一个东西呢，还是不同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保养品到底是要擦在脸上才能够让皮肤水嫩水嫩的嘛？那你说这个保养品擦了能够让你的皮肤变水嫩水嫩的，如果你不擦还是不会变水嫩水嫩的，对不对？所以你讲的一句话跟事实上的一个事件到底是不是能够画上等号？就是德林在路上被野狗咬了，跟我说德林被野狗咬了，这是同一件事吗？就是他就是在玩你的头脑了啊，就是在玩头脑了，你不要太在意。他说到底要叫同类还是不同类？他说可是呢，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他说可是呢，同类跟不同类都各自是一类，所以都既然都是类，所以又是一样的了。莹莹就要开始骂脏话了，对不对？你就讨厌这种头脑游戏了。可是莹莹你要知道啊，天底下还是有人啊这个头脑是很顽强的，需要有人陪伴他把这个辩论的那个头脑走完一圈，他才能够放下。其实我刚刚讲到说练庄子会有神通哈，我会觉得你不练庄子难道就没有神通吗？对不对？我这课最愧疚就是我很缺德讲我那个学弟，说一辈子被那么多女人劈腿。那个时候莹莹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啊，就是外面交了好几个条件不错的小三小四小五之类的东西哦。那你知道莹莹后来事后跟我怎么讲？他说叔叔你看我只有这一点姿色而已，竟然那么多条船都让我一脚跨过去了，这能说不是我那个男朋友的神通保佑吗？就是你知道人真的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你在幸福的方面才有神通，人在不幸福的方向是更有神通的。就是现在换了丁以璇，对不对？你一个小三小四都叫不到，就是没有那个后光的保佑了，没有那个背后，就是我会被背叛的那个后光不存在了，所以就失去了宝币了。所以就是到底何者为德，何者为失啊？真是很难讲，对不对？就是你要体会，我说一个多受欢迎的女孩子，你就要交那种男朋友。但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讲那种相对论，所以我不是说什么我读了庄子，大家学了练了庄子会有神通，我要讲的是你没练庄子也有神通，就是你每次去换一家公司都发现有一个同样混账的上司在那边等着你，就知道你有神通。只
实这种神通一般被称为业障啊。可是动力来源是一样的。那现在的庄子说，虽然请长言之，就庄子知道说我已经讲到你们要掀桌了，可是他说，请你容许我再讲一些哦很欠揍的话。他说：“有食也者，有未食有食也者，有未食有夫未食有食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食有无也者，有未食有夫未食有无也者，而有无以而谓之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好，这一段什么咒啊？这段咒啊，如果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超级辩论大法。就是你如果练了超级辩论大法的话，你就跟任何人都可以辩论得了，而且很可能会赢。但是你一旦知道了超级辩论大法，你就会觉得不用再辩了，我玩够了。那超级辩论大法是怎么样的呢？啊，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啊，小学的时候很迷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画一个井字啊，然后有一个人画个圈圈，有个人画个叉叉，看谁先连成一个直线。我小时候好喜欢跟人家比那个东西哦。然后有一天呢，我觉得好像读者文摘出版社的什么书上面看到一个，就是玩这个东西必定会赢跟必定不会输的玩法，就是你第一个叉叉先画在哪里，然后或者是你第二个你来画圈的时候你先画在哪里，这样你就一定不会输。然后我看那个必不输跟必赢的公式之后，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想玩了。因为不好玩了，整件事情已经揭秘成功了。所以庄子在这边给你一个超级辩论大法，让你跟任何人都可以辩论到无穷无尽的地步，那你就会觉得不好玩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样可以一定辩到赢了。那超级辩论大法它这个什么有啊无啊什么的，我现在用白话讲一次哈就可以了。就是我的桌上有一个茶杯，现在是所谓的存在基盘辩证。他说你可以说茶杯存在，他说庄子说你要讲存在可以这样讲，可是呢你也可以讲这里有的其实是一个茶杯不存在的不存在，所以这不是存在，就是双倍的不存在，负负得正。那如果呢你桌上没有茶杯，你说没有茶杯的时候，其实这里是存在着一个茶杯的不存在，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想到没茶杯呢？所以就是说连桌上有一个茶杯或者没一个茶杯，这个茶杯到底是存在或者不存在都还有辩论的空间跟余地，这叫做超级辩论大法。所以你如果练成了超级辩论大法，我今天不叫你练齐物论，现在回家就回家功课，你们今天每个人回家每天玩一次超级辩论大法，找一个人跟他吵架，那一个礼拜以后回来大家都练成齐物论了，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你很喜欢他，他不喜欢你，你在倒追他，他觉得很烦，他说你不要倒追我了，其实我不爱你。他不，你的不爱其实就是一种爱，因为你已经充分感觉到我的存在，感觉到我困扰你，代表我已经渗透到你的生活，渗透到你的灵魂，所以你的不爱其实就是一种爱。如果你根本不爱我的话，你根本不会想到逃离我，对，就是之类的，就是大家可以各自灵活发挥超级辩论大法。但是呢他说，庄子说而有无以而谓之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他说这样子你辩论可以查杯一下子是存在，一下子不存在，不存在也是这种存在，存在也是这种不存在的不存在，那这样变来变去，他说那谓之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那 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杯子喝茶呀？就是辩论到后来我们生活要的是事实啊，不是超级辩论大法的那个东西啊，对不对？那他说：“今我则以有未已，
而未知无所谓之其果有味乎？其果无味乎？他说我现在呢告诉了你一件事，可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口述情报能够等同那个事实吗？好像又不能等同，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到底在告诉你这件事情里面，到底他这句话是有讲还是等于没有讲呢？就像是你现在肚子饿了，我说牛排，我说汉堡，那你也会觉得你讲这干什么？有讲等于没讲，我还是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话，到底讲话的内容有没有重量？他现在在玩你的头脑啊，所以同学也不用太当真。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受乎商子，而彭祖为尧。”他说：“如果呢，我们把秋毫之末，因为动物秋天换毛的时候生出来的细绒毛是那个时候人觉得最细的东西，那个细绒毛的尖端就是最小。他如果我们把这个细绒毛的尖端的最小叫做最大的话，那如果有一座大山的话，那个大山我们就要把它定义成小了，就是文字游戏嘛。他说如果有一个夭折的小孩叫做长寿的话，那我们就要把彭祖称之为夭折了。那当然是随你讲啊，对不对？那到底是长寿好还是短命好，这也是随你讲啊。因为我们可以随便乱说嘛，对不对？就说比如说照某种宗教学派的说法，是你有业障才轮回在人间当人，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人世在人间待的时间越短，代表你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好日子越多嘛，是不是？所以呢活得越长就代表命越苦，是不是？就是随你讲，就是大家都可以发明一套理论去合理化你想要支持的论点。那再加上还有前面这个无敌的超级辩论大法，是不是？就是任何东西只要你肯去辩论，只要你肯去凹，是一定有赢的希望的。就像我从前听到我们有出版社啊，有两个旅行社的代表来抢一个旅游的企划的生意，结果呢有一方旅行社代表就有点缺德，就在捅另外一边。就比如说 A 公司的代表说，哦，这个企划案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认为你们可以玩得很愉快，然后又很安全什么的，让那 B 公司的代表在旁边冷冷说一句，那万一出事了呢？那比如说超级辩论大法厉害，就有人跟你讲说，来，钻戒送你，我会爱你一辈子，那万一你反悔了呢？对不对？就什么都可以打他一巴掌嘛，是不是？万一就好，万一，对不对？万一你死了呢？就是我爱你，我保障你一辈子幸福，一辈子不让你掉眼泪。万一你明天就被车撞死了呢？什么都可以吵，是不是？超级辩论大法很好用啊。那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他说，就让我自己来辩论我自己好了。就是道家对不对？总是讲到说，万物有一个一体感，是不是？就是我们生命是一个生命，就是我们大宇宙的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其实都是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因为我们是以整体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任何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个体，你都要相信你是红血球细胞，它是骨髓细胞，对不对？就是你是不同的细胞，以不同的方向去个别化而已，去实验不同的信念会造成怎么样不同的结果。那他说，我们道家在大声疾呼天地万物跟我都是合一的哦，那你也可以来挑我毛病啊，用超级辩论大法来挑我毛病。他说你可以这样挑，既以为一矣，且得有言乎？他说既然大家都是一体的，怎么你现在在这边跟我讲话？哦，自己跟自己讲话，你不觉得很神经吗？就既然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怎么还能聊天呢？那可是呢，庄子说，那我也可以再反过来辩论回去。他说既以为之一也，且得无言乎？他说既然我们都是一体的，我自己爱跟自己讲话不行啊。那哈，所以就是他故意这样把道家理论摆在这边等你来呛，然后他呛过来你再呛回去，那每一呛都是非常无聊的内容，但是他是要让你看到这份无聊。就这种辩论有意义吗？那他就说，一以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力不能得，而况其凡乎？他说
件事情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这句话就已经有不同，对不对？一是那个事情本身，二是你讲这件事情的这个语言内容，然后这个不同呢，你又有一个三出来说，有一句三是你讲这句话的这个语言不等于那个事情的本身，就是你说汉堡包不等于汉堡包，然后就出现第三句了。然后他说，如果你再这样子继续转下去，自此以往巧立不能得，就如果你要开始各方面角度去找攻击的点的话，他说那个巧立就是算那个天文的，就是可以掐指一算，算到什么你哪年哪月会出什么灾祸的那种人，他说这样子都算不到你可以吵架吵到哪里去了。其实同学，我们能不能有一种觉悟，就是如果两个人都知道超级辩论大法，然后两个人开始在网络上面开始骂战的话，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骂战讨论串？有吧？还是大家都是电脑白痴，跟我一样？那个我看过那种很厉害的网络骂战，真的是就是对骂开始在辩论之后，可以那个你按那个什么下一页下一页，可以连按什么57页还在对骂，然后这个话题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大家都会超级辩论大法。但是你要明白啊，既然你有倚天剑，我有屠龙刀，这东西不能对撞的啊，就是对撞就同归于尽啊。不是，所以就是说，重要的是大家对撞之后得到九阴真经跟五目鱼书啊，否则的话不值得对撞，对不对？就像有，我就说辩论一定要有所得才辩论，就是无所得不要辩论啊。所以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你跟人家吵一架，你人生会更幸福，不然的话不要吵。你真的很欠缺运动，你这样子吵一晚上，你可以得到足够的运动量，那没关系，你去吵。但是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必嘛。那他说，连这个会掐指一算的人都算不到，你们可以吵到哪里去？我真的算不到哎，我觉得我常常很自豪，说我这个人算是感知力不错的了。可是我在看那个吵架的那个连锁的那个留言板的时候，我看第一页的时候，我真的不能想象他57页可以吵到那个地方去，真是想不到。那他说，故自无是有，以至于三。他说从没有到有呢，都可以这样子，这句话什么有还是没有，什么茶杯存在不存在，都可以这样吵到三。他说而况自有是有乎，从有到有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甲方也有他自己一套观念，乙方也有他自己一套观念，然后这样来对吵的时候，那更不得了。他说无是焉因是矣，他说如果你要沿着这条路一直吵下去的话，你没有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因为你听到别人说下一句之后，你就可以找到他的破绽，再下一句再攻回去，对不对？就典型的庄子辩论代表是，你怎么知道鱼高兴？你不知道我是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高兴？那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鱼高兴？然后算了，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对不对？就是那个简直是绕口令，对不对？但是其实辩论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只要把对方的鸡盘踢翻了就可以了。那问题就是这样子无限度的对战下去，我们岂无人读到现在就要知道，我们是养肥了自己的我执，然后损耗的是自己的生命能。那最要紧的是，这样有幸福吗？就是当我们用辩论的头脑去排斥一些东西的时候，这样有比较幸福吗？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从生活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那当然，下一段我们下礼拜讲的那一段其实也很好玩，因为下一段在讲的是啊，就是我们人常会选择某一方的观念，然后就排斥另一方的观念。可是呢，下一段是要告诉你，你选择了这一方的观念的时候，你其实也等于选择了另一边的观念。比如说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我的爸爸他选择了勤俭持家，所以什么垃圾都不舍得丢，然后他那个2300万的豪宅被他堆满了垃圾，变成20万都不值的样子，变垃圾屋。那你勤俭到极点，结果你就把2300万的豪宅都浪费了。
那或者说我要省钱，我要勤俭，所以我不要买这个新出厂的什么电脑、电视机、吸尘器。可是呢，你这样子勤俭，这个电脑、电视机、吸尘器是人类的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才有的结晶，你现在不要花这个钱，你等于把人类几千年来的努力都浪费了，对不对？所以节俭的极点就是最大的奢侈。所以我常常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有差吗？你各自走到极点之后，就会变成同一个东西了。所以，甚至是我在讲，上次上课的时候，不是我说让同学来聊一聊你们会觉得有罪恶感的事情，或者你们不认同的事情。那有同学说我不认同的事情是那种很会诉苦、很会说人家坏话、很会抱怨的人，对不对？我跟你讲，你呀、啊、会不敢诉苦抱怨，是因为不想人家觉得你在乞讨同情，对不对？觉得你可怜。可是呢，如果你每天都不诉苦不抱怨，这样盯着活，然后打落牙或血吞，这样的撑着，人家就不觉得你可怜了吗？那反而呢，每天这样说我好可怜，要来同情我，每天抱怨的人大家都懒得同情他，所以就到最后是谁博到同情，对不对？所以你选边站有意义吗？你要当一个不可怜的人，我不要你同情的施舍，我要不抱怨，我要就大家都觉得你好可怜，撑得好辛苦。然后那个每天在说你好可怜我，你看我多命苦啊，怎么样？大家都听了，然后就哎呀，不要听了，不想可怜你了。所以到底谁才是真正博到同情的人？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就你选择了对立的信念，结果是完美的谦和型的东西，就是你选边站等于没有选边。所以这是怎么办呢？就不贪污的人会养出贪污的人，就是严以律己的人，小孩子拼命的放纵之类的，就这都是有一点因果的哦。所以这些问题还值得你深思的，就是你现在自以为你紧紧抓住的这一个信念组，跟你强烈的反对的信念组，给请各位当回家功课，好不好？就想一想，我一直在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可怜，结果就反而大家都觉得我好可怜，这样的问题，这是生活里面会有的问题，是不是？或者说我每天都在那边讲人家坏话，希望你们要觉得我可怜，值得同情，结果大家都不同情我，就是这样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对立的信念群，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部分。我们回家自己找一点例子，好不好？当做这次的回家功课。哦，对不起，我晚下课了。